们继续，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陈旭，我们继续回来喽。我来看看，给鸡胸棍，来看看。难道我真的无法再回到？难道我真的无法再回去了吗？不要啊！我才不要！我才不想要的。而且我现在是无超可花。现在就有足够的钞票解了。我记得他有 Tap Joy。看这里，这个世界也在换新钞啊。我难道就只能成为猎物吗？我弄的都是强者耶。是这边这个24。那他就是。这43。好，就来解他。就你了，你准备脱离猎物是？我不想再进入这个蓝白色的区了。哦耶！跟我预料的都一样好，代表那都站在我这边了。但是这人都是当做这个比赛主题回事而已。喂，通行无阻。我以前玩《侏罗纪公园》的时候，好像有一只。这是得要用个加把性战法了，干巴带的战法。看这个不败战王也会落下去了。再见，战侠。但他还是存了嘛。
Goodbye。Goodbye。明日午餐七七。就是明日午餐七七。不是午餐七七。如果能让孙悟空帅一波的话，不知该有多好。我现在只想要这个警戒十九区而已。前十五名了，但还是第五。暂停，找到就该好好充电了，剩下5%，啊，可恶！阿弥陀，阿弥陀佛！那我刚才到底抽到什么波？收拾他，叫我钞票都不够了。说真的，好像现在没有底牌办法了。三角龙在耍愤怒。徽章已完成。What is？ 哦，起司油打牌。不过这个梁龙我可能没办法收集到。啊，这么便宜呀、啊！现在到底在流行什么鬼？我只能封闭发电，我今天有人沾沾管。看来我需要更多的忠诚点数啊！跟我一起看广告吧。